各位同学好，今天是英文二的第二讲，我们要介绍的是 Business English Letter 商用英文书信。那么在这一讲里，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有关书信它的安排以及书信的实例。现在我们看看下面的这一句说明。In business, letters are powerful tools. They are designed to inform, persuade, or call for action. 在解释这一个句子之前，我们先看一下 keywords 跟片语。第一个要介绍的是 powerful。这个字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是 power 加上 ful 的字尾。ful 的字尾加在名词或者是形容词之后呢，就变成有很多的很大量的意思。所以 powerful 就是非常有力量的，强而有力的，或者是有效力的。第二个生字我们看到的是 tools。tool 是一个工具是我们做事情的一个工具，但是不是那个实验室里头的那些研究的器具这是一般我们做工的用的这种 tools 这个工具。再来我们看的是 design。design 这个字呢是设计。再来下来一个是 inform， 是通知告知的意思。比方我们看到它的例子说 inform， 这个字用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就是 inform 后面一定是一个人inform 什么人 of 什么事情。 newspapers inform us of daily events。Daily 是每一天发生的 events， events 通常指的是比较重大的事情，比较值得注意的事情。所以 newspapers inform us， 报纸是告诉了我们 of 什么事呢？ Daily events 每天所发生的比较重要的或者是值得注意的事情，这是 inform。 再下来我们看到的生字是 persuade。所谓的 persuade 是说服别人。 He tried to persuade me to buy。 他试图，这个 try to 是尽量的想要做什么事情，努力的要做什么事情。 He tried to persuade me to buy。 他尽量的，他试图，他想要说服我做什么事， to buy 让我来采购。 persuade 什么人 to do something 去做什么事情， persuade。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片语呢是 call for， 是要求。 call for 有的时候就是 require 要求或者是 demand 或者是 need， 就是需要或者是要求。 He called for the bill。 bill 这个字呢有好多的解释，它可以是各项的单证也可以指的是账单，也可以国际贸易的汇票，也是 bill of exchange。它也可以当作证明书，我们的提货单叫做 Bill of Lading。 同时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这个 Bill 有的时候还可以当作钞票，比方说 $10 Bill， 一张十元的钞票。所以这个字在商用文书里面它是有很多的用途的。我们在这里说 He called for the Bill， 他要求别人提供把账单给他拿过来，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字汇和片语。现在我们来看看刚才说的这一句话。In business， 在我们做生意的来说 ，letters are powerful tools。我们的书信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一个工具。They are designed to inform, persuade, or call for action。它们被设计拿来做什么用呢 ？To inform。来通知对方，来 persuade， 来告知，来说服对方， or call for action， 或者是要求对方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行动。所以这个透过书信你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呢，所以它可以 inform， persuade， or call for action。 这是我们商用书信它的重要的功能。那么商用书信它是所费不多，但是无远弗届，那么它算是一个 powerful tools， 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工具。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说，
在办公室今天已经是自动化了，在全面自动化的情况之下，是不是有必要还要写信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加以思考了，是不是有其他比较方便、更快捷、更省事的一个通信的方式呢？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给各位介绍，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是要写信的，什么情况之下是可以不必写信的。我们以下有一些的条件，比方我们可以看到说 do write， 你的确要写信的。我们介系词 do 的话呢，通常就是说加强语气的。那么这是告诉我们啊， under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在下列的条件之下我们是需要写信的。因此我们先看一下这一部分是有什么样的 keywords 要给各位介绍的。第一个字我们看的是 condition， condition 是一个条件，或者指的是必要的条件。 Hard work is a condition of success， Hard work 努力工作呢算是一个condition of success 成功的条件，所以努力工作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Hard work is a condition of success。 Record， 那么这个字呢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就是它当作名词的时候呢，我们的发音重音在前面。 Record 在英文里面如果是两个音节的字，名词的话重音多半在前面，如果它是当作动词的话 record 记录的话呢，它的重音就跑到后面那个音节上面去，那么这是要提醒各位的。所以现在我们是名词的用法，我们是把它用作 record。 Please keep a record of the meeting， 请你替这次会议做下一个记录。现在我们看一下刚才的这一句话， whenAnd why to write a letter? When 是何时， and why 为什么 to write a letter 要写一封信呢？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要写信呢？这个 when 有的人把那个 h 的声音拿掉了会念成 when， 那个 why 会念成 why， 但是我们应该是念成 when and why to write a letter， 何时和为什么啊要写一封信。第一个是说明 do write， 这个 do 在此地是加强语气，在 under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在以下的条件之下呢 do write 你一定要写信的。第一个原因呢是 for the record， 是为了记录的缘故，就是假如你要保留一个记录，书面的记录的话呢，你应该写下你的信。第二个呢是 for clarity and common understandingWriting helps you to think. Often, by putting your ideas on paper, they become clearer to you and thus clearer to your reader.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要写信的一个原因。那么至于第二个理由，我们待会儿先介绍它的生字，我们待会儿见了。我们刚才说到要写信 do write， 我们要写信的一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要为了要记录啊，要 for the record。 第二个呢说 for clarity and common understanding， 就是为了要比较清楚，而且要 common 有共同的 understanding， 有共同的一个了解。那么接下来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里面，这句话里面也有一些 keywords 要先给各位说明的。第一个字呢我们看到的是 clarity， clarity 是清晰，就是 clearness， 就是 clear 这个字它的名词形态，就是说非常的清楚，易读，容易了解。第二个呢我们看到是 on paper，所谓的 on paper 是在纸上或者是用书面啊建筑文字的。 We must get the agreement down on paper，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 agreement 这项协定呢让它 get down on paper， 让它写在纸上，让它建筑文字，这是我们写信的一个目的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刚才的这一句话。第一个说我们要写信的理由是 for the record， 为了记录的目的。第二个呢是 for clarity， 是为了清晰，很清楚，同时为了 common understanding， understanding 是了解，是为了共同的一个了解，一个理解。 Writing helps you think， 我们为了写作呢可以帮忙你思考。 Often 常常呢 by putting your ideas on paper， 用这种方式，我们说介系词 by 是采用什么方式啊， putting your ideas on paper， 把你的 ideas， 把你的想法put on paper， 把它放在纸上，也就是说把它建筑文字。 They become clearer to you， 它就会变得比较清楚一点， to you 对你来说会变得比较清楚一点。写下来之后，因为你反复的思考，所以这个啊写出来的东西呢对你会比较觉得清楚一点。 And thus， 这个 thus 呢，因此呢， clearer to your reader，也对你的读者会比较清楚一点。那换句话说，经过你的思考之后，你写出来的东西，你自己看到，你的思路也比较清晰，那么你的读者因此也可以比较清楚了。所以这是 do right。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可以不必这么费事的呢？现在我们看一下以下的句子，说 do not write， 你不需要写信的。 However， 说不过呢，这个 however 是如果， if either of the following apply， 如果 either 是两者之中任何一个，如果有下面的任何一个理由 apply 能够使用的话呢，我们就不用写信了。接下来这一部分呢，我们也有字汇要先说明的。第一个呢是 emotionally，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字是从 emotion 情绪这个字加上 al 变成了形容词，再加上 ly 变成了副词，就是情绪上的。再下来一个字呢是 upset， 所谓的 upset 是不高兴了啊，这个 upset 就是你心情气烦，都可以用这个 upset。 有的时候比方说我们觉得不舒服，你说 my stomach is upset， 我的胃现在不舒服，也可以用这个字的。它原来的意思是颠覆，把东西给打翻了，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就是说你的心情不好的时候最好是不要写信的。现在我们来看看什么情况之下我们 do not write。 第一个呢，When a quick phone call would do the job as well as a letter， as well as 是跟什么一样的好，说当一个 quick phone call， 当一个很快的电话呢， would do the job， 所谓的 do the job， 完成这个工作，做这个工作， as well as a letter， 它能够跟一封书信一样的好。那么假如说你看能够打电话解决问题跟写信它的效果是一样的话，那么为什么要写信呢？而且这个电话可以立刻得到答复呢？那么这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是不需要写信的。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当你自己在情绪不好的时候啊，那么他说刚才我们还有一句话，他说是如果你能够打电话跟写信的效果一样的好，就可以不要写信了。但是有一个要件呢是written record is not required， 一个写下来的 written 就是我们的文字上的 record， 我们文字上的记录 is not required 是不需要的。如果你不需要有一个记录，那么打电话又可以解决问题，马上就好了，那么就可以不要写信了。这是在第一个状况之下。第二个状况非常重要的是 You are emotionally upset，
当你在情绪上面非常不满意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写信的时候，因为各位一定要注意到，书信是在法律上面，它是一个证据，是一个 evidence， 啊，是一个不可以否认的一件事情。因此我们任何建筑于文字的，在书写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要下笔非常非常的小心。如果你现在很生气，在盛怒之下写下了一封信的话，那可能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后遗症的。那么这是我们要警惕的一件事情。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说，商用书信它有哪些个部分，它的构成部分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business letter parts， 那么商用英文书信它的各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 letter of or return address。 letterhead 是我们寄信人的详细的地址，每一家公司行号都有自己印制好的 letterhead， 都有印制好的这个信纸，上面都有这个寄件公司它的详细的地址。如果是我们私人写信的话呢，我们就叫做 return address， 也就是说我们的回信的地址。那么这是第一个出现在商用英文书信里面的东西。我们这里呢，就是说假如你是私人写信的话呢，你也要把你的这个地址，虽然我们信封上可能有我们的地址，但是我们在信纸上面也要把我们的这个地址给它写得很清楚。所以这是第一个，这是 return address， 或者我们叫做 letterhead。 第二个部分我们要看到是dateline， 写信的日期是什么。那么这是跟中文不一样的，中文总是把日期放到最后去了，可是在这个英文的话呢，一开始在信头上就要注明写信的日期是什么。这是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要记住的就是在一开始要注明这个日期，不是寄信的日期，是你写信的一个日期。第三个我们在看到的是 inside address， 就是所谓的信内的地址。信内的地址包括了收信人的全名以及职称和详细的地址。那么这个呢，这是在我们中文里头是没有的，在信纸上面把收信人的姓名、他的职称、他的地址、详细的地址都要写出来。这是第三个 inside address。 再接下来我们看到的一个呢是 salutation， 是称呼语啊，这是在称呼语之前，如果我们写信给一家公司，那么为了要使得这个信件呢能够很快的到达承办人或者是承办单位的手上，我们可以加上一个 attention。 不过这个部分呢，我们是叫做 optional， 是一个选择性的，可以有可以没。如果你写信只是直接给公司的一个个人的话，当然就不需要这一个项目。那么如果你是写信给公司，那么公司到底是谁来收这个信呢？所以我们就应该写一个承办人、承办单位的话，那么收文它可以发文比较快，可以处理上比较快。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部分。那么这是我们看到商用书信大概它的基本的一些部分了。我们待会儿继续介绍这一部分的内容。商用书信它的各个部分非常的多，我们在课本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说明和实际的例子。现在我们就用一封书信实在的书信来给各位做一个说明和介绍。比方我们看到的这封书信，这是第一个是 company name 跟 address， 公司的名称跟地址，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 letterhead， 信头的部分。第二个部分是 May the 10th 2000 and something， 就是说2000零多少年的5月10号，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项目 dateline。
然后第三个项目是我们的 inside address, 信内的地址。这个信内的地址包括比方说 John Smith, President, 这是收信人的名字跟他的 President, 跟他的职称，然后 ABC Company, 公司的名称以及他的 address, 以及他的地址。那么这是收信人的名称、职称、公司的名称以及详细的地址，这是在中文信里面所没有看到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就是在信纸上面把收信人的名称跟他的地址再写一遍。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就是通常我们在存档的时候会把信封给扔掉，那么所以在这个留下来了这个信纸上面呢寄信的公司、收信者他的名称都看得非常的清楚，不需要留下那个信封的。再下来我们看到是 Dear Mr. Smith, 因为我们直接写给这个 John Smith, 所以我们直接就给他一个 salutation, 这是一个称呼语，这是客气的一个书信的开头。这里没有 attention line, 因为不需要有其他的承办单位或者是承办的个人，就是直接有一个收信者了。商用英文书信最重要的是直接写信给收信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因为有收信人，将来可以追查是比较方便的。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of April the 10th. 感谢您4月10日的来函。In which 是说在这封信里面 you promised, 所谓的 promised 就是答应、准许的意思，你曾经答应 immediate shipment of the sportswear we order on March the 31st, 你曾经答应 immediate shipment, 立刻要装运， shipment 是装运啊， of the sportswear, sportswear是运动服装，你曾经答应我们要立刻把这个运动服装给我们装运送过来。那么这个运动服装呢是 we ordered on March the 31st. We ordered on March 31st. 我们在3月31号所订购的。那么这个呢也就是一个形容词的片语，形容这个 sportswear,形容这个运动服装是什么回事，这是修饰它的，放在它的后面，因为这是一个句子啊。所以感谢您4月10日来函，那么在这封信里呢，你答应把我们这个3月31号所订购的这个运动服装呢立刻给我们装运过来。可是呢 This shipment is 7 days overdue, 那么这一批货物已经 7 days overdue, 已经过期7天了。 And our work is being held up. Held up, 这是 hold up, 就是耽误了。 Being held up, 我们这里看到的是说 is held up, 在被动语态之间加上一个 being, 这是代表一个进行式，就是说我们的工作呢目前正在被延误当中，已经还在耽误当中，因为我们还没有收到这批货物呢。那么这是我们商用书信呢它的 body, 它的这个书信的本文，通常我们说有三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 opening, 是它的开始，在开始的这一段里面通常是把写信的原因 the purpose of the letter, 这封信它的目的何在，就要交代得很清楚。所以在第一段里头我们说清楚了，就是说你答应我们寄来的货物啊，可是现在已经过期一个礼拜，我们的工作已经受了延误，这是这封信的一个开场。中间呢他说 Would you please look into this? 你可不可以请你啊 look into this? Look into 是调查的意思，可不可以请你调查这件事情 and see what you can do about getting these clothes to us as soon as possible. See 这个看见这个字有的时候是注意一下了解一下，
比方有人跟你说话说 Do you see?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说 Yes, I see. 是的，我明白了。所以这个 see 有的时候是了解到了、知道了的意思。那么这里呢，就是说请你去看一看，请你去注意一下啊，你可以能够为这件事情做些什么。然后我们再看到一个字呢，是 get。 get 这个字呢，有的时候是说 get something to 什么，就是让什么东西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么我们在中文里面呢，人是不可以当作一个接受东西的，比方说 come to me， 请你到我这儿来，我们一定要加一个场所。但是在英文可以的， get these clothes to us， 让这些衣服呢送到我们这儿来，所以他直接用这个 us 来作为他的受词，这是跟中文表达上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希望各位注意到他们的分别了。所以这里呢就说 Would you please look into this and see what you can do， 看看你能够做些什么 about getting these clothes to us， 让这些衣服能够送达我们这儿。As soon as possible， 尽快呢。那么这一段呢是希望他要做些什么事情。最后一段是 We know you will do your best， 我们知道你会尽力而为，你会尽你最大努力去做的。那么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各位的，就是说在商用英文书信里面，我们不可以指责对方，也不可以去怀疑对方，我们非常用非常积极 positive 啊，非常积极正面的态度来说话。所以我们要相信对方，说我们相信 you will do your best， 你会尽力而为的，你会尽全力来处理这件事情的。那么还没有发脾气，不可以骂人的。那么这是我们 business writing 非常注意到的一个写作的要领。最后我们看到是 sincerely yours， 某某人敬上，这个人是他的名字叫做敬正，是 sales manager， 他是销售部的经理。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 sincerely yours， 我们叫它为 complimentary clothes。所谓的 complimentary 就是很客气的、很谦逊的谦逊的结尾，或者我们叫做结尾的套语。那么书信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结束下来是他的手签名 handwritten signature， 是他的手签名。手签名之下是 signer's typed name， 签名人他的打字的姓名。因为手签名有的时候别人很难以阅读，所以呢要把名字再把它打下来。那么另外呢，他的 title， 他的职称是什么，也应该在这个地方表现了。那么这是一封商用书信，非常简单的书信，但是从这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写信的几个要点。底下就有一句话要来介绍书信的写作要领。现在我们看一下说 ,As you see, 如你所能够看到的 ,This typical business letter, 这封典型的商用书信 ,is clear, 是清晰的 ,brief, 简明的。Positive 是积极正面的，所谓积极正面，也就是说我们不在这个信里面说任何 negative 不好听的话、负面的话，或者是指责对方的话。 Polite 很客气 and reader centered， 而且呢是以读者为中心，所谓 reader centered 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来设想。这是我们的商用书信以及任何 business writing 写作时候所必须要的要点。我们在第二讲里面附了很多的附带说明，请各位仔细去参考。今天就介绍到这儿了，我们下一次要介绍 the memos， 我们的备忘文件，我们下次见。